里你有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傻，你有绯闻。你这就是我大姐。老美女，你想天黑？哎，这个节目这么久了，我终于等到了创位成功。那今天呢，就由我来独挑大梁，来抓住夏天的尾巴。大家有看到今天穿这是什么衣服吗？比基尼。我相信大家现在眼睛应该都在吃冰淇淋吧？为什么后面这么吵？为什么后面这么吵？爸爸，耶！哎，今天有你了，今天有我。哎，我第一次骑车进场，有点巨星的感觉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没有，不敢不敢。今天是由我们两个是吗？对啊，今天就我们两个。那李毅就是不好意思了，毅姐。谢谢毅姐，谢谢毅姐，对，不好意思喽。哎，有我。哎，哇 ，Hello。说好独挑大梁的呢？别忘记。这个夏尔应该是谁的意？你这边我挑什么大梁啊？李毅的毅，我以为已经变成颐享天开了呢。哇，哎，我的一也不错哎，颐享天开吧。我们三个都合理，你有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傻，你有绯闻。你这就是我大姐。厉害！我今天穿成这样，我们正经一点。怎样？干嘛？今天穿成这样是超不正经的，要干嘛？哎，不是，今年有没有去海边？有去吗？哎，没有，我就去水上乐园，而且我很久没有去海边了。那你有去海边吗？我上次看海的时候，是我们上次去云南那一次，心情聊情商的时候。不是，就是我们去洛邑小的那一集，去住你们住的高级民宿啊。那一集不好意思，今年唯一看海的时候，最后还要自己落寞搭火车回家。可怜，可怜。你有去海边？我就是海边，然后当特王美拍个照而已。去海边拍照的那种、okay 啊，我们不下海啦。但是今天会让你下，因为都已经夏末了，今年大家都没有玩到水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北海岸的万里。在玩什么？像钢铁人这样子飞来飞去的那种。你说在海上吗？海上有吗？就是这样子喷射起飞，这样子哦。有教练抱住你，然后这样飞高高的那种。等等，很帅吗？你讲到重点，教练在哪里？那边你看有几个裸男的背影，还不错。要我的，可以。而且我们今天。你知道制作单位大手笔，我们直接包下整个海滩。哦，我一想应该发达了，我们发达了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就会在这个海滩上面玩一系列的活动给大家。夏末，我们还是要来海滩玩，抓住夏天的尾巴。带大家来看看最新的水上设施有哪些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子出发。我们要玩的非常简单，我们是要画沙画，画沙画很难呢。海滩一定会对沙堡画沙画，会写字，会写字的海报简单。I love you forever， 要纸艺哦，对，这就画沙画的一种啊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两一组，然后等一下会抽卡牌，一个人画，一个人猜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们先过嘛。那我们先，你们先，为什么？地宝尊贤，你比较大。你们死了？没有，你们是42。不要吵架，谁下海的？那我先画，我没办法把这任务交给你。先画，我画画。这太难了吧？我们不能看。我相信你遇到一些事情不会变聪明。那你画好，好吧？我也相信你的绘画技术。的确，我相信你的艺术天分的一个。之后变得好像哦，哇！他什么？他什么都不怕，越挫越勇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这边几个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求婚。重点是他的手，对不对？他的手在做什么？性骚扰。哎，你却答对了耶！什么？性骚扰。他摸他奶啊，他在摸他的奶奶。要看情境，这个如果是双方同意的话，就是五、九、
就是他是合意的，对，在一起，合意在一起，都是性开心，对对对对对。知道自己在回什么吗？在打的哦，艾莉 ，OK 哈，几个字？两个艾莉，两个艾莉，预备，两个字，开始，棒球，篮球。一个人干嘛？女生怎样？两个人闺蜜，耶！太强了，闺蜜，闺蜜，一比一，闺蜜，哎，是闺蜜耶！我相信你们可以，胸有成竹哎！我相信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好，对对对 ，OK， 开始，爱心，爱心。肢体什么意思啊？pose 摆 pose， 晒太阳日光浴。阿姨，对啊，阿姨什么啊？殡葬殡葬有花有花有粉有粉啊！有粉，那家属打理家属打理家属打理，牛粪插在鲜花上，牛粪，鲜花牛粪，快一点，有没有有啊有啊？有没有给我一点线索？腿裤腿裤。桑尼，桑尼，往死的地方猜，往死的地方猜，往死的死的地方。大体，很大体，中元节，中元鬼月，鬼月，鬼门开。哎，有花，应该掉很多花啊。家属打理，对啊，美女，美女，爸爸，美女，我有爱心。然后我画了很多个人，上面都有爱心。但你不是啊，我是示意，我是示意一个女生躺在那边。告诉你，你试错意了。我试错意，试错。那你躺看会不会变成这个？其实你不用画，你只要坐在那边就是美女了，坐着就好。对对对，没错。以后每天美姐又化成衣，吴宇轩，好大！我没办法违昧良心啦，拜托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字，七个字。我觉得什么？陈一的脑袋猜不出来。因为我觉得对方会很容易猜出来，陈一比较没有这个事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计时开始。一直线，一个正方形，正方形，一个人哦，跳人，跳人，是什么笑？微微微什么？蒙娜丽莎的微笑，蒙娜丽莎的微笑。蒙娜丽莎。